有老婆的人夫千万不要碰，会有法律的问题，会很麻烦，你赔不起。有史以来第一篇大篇幅，然后就被人家觉得是小三网三网三。贺军翔绯闻女怕遭贴小三标签，自曝还曾带回家。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。几个唯一陌生的脸孔是阿庆旗下公司前女团团员柏柏真，她被周刊拍到上月23号跟已婚人夫贺军翔 K 个10小时，同行还有贺军翔的好友张勋杰。前天被拍到那个，所以那一群是你的菜？那群不是你的菜吗？不是啊，真的，从小就看偶像剧啊，然后就是女少女，所有少女的憧憬哎，你看。只有昨天有稍微问说要不要一起吃个饭，我不敢呐、啊。我很担心，可是我更怕说如果处理不好，又会让人家误会。我最喜欢他，不是，就是我很欣赏他，因为我以前有看《恶魔在身边》，就会幻想被他欺负。我虽然很喜，虽然很欣赏他，可是因而且像之前新闻还写说什么他有人鱼线，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就看着他，我想说。那个里面是什么？后来就说不对啊，我老婆可以默默在心里就是小鹿乱撞一下，但是不行啦，要不行。一开始我看小美哥他们也是没有太大的回应，到后来我看到他发了一个声明，其实我有吓到，我以为大家会觉得说那个只是一个一想不小心拍到，然后可标题比较耸动这样子而已，没想到真的会很多人误会。我相信他老婆是知情的，跟媒体写说。约会很多次，可是其实我们出来真的都是大家一起。可能在意会不会是因为太晚了，真的太晚了吧？我不清楚，因为我们见过没有很多次。有一次是唱歌完，然后大家就有喝开心，因为我很难得有这种机会可以趁他们也有耐心回答我的，对，所以我想说啊，那继续喝，然后就看要去哪里，因为外面也不方便，所以就去我家。哦，对，就那一次而已啊。亲吻他或者是。抱回乡，就是真的很多艺人朋友来过我家，所以我真的没有想很多，我只能说我是一个很好客的人，就这样。就后来大家很累，然后好像也没聊什么，就那你们本来就结束了。那回家的那个就是会更猛，所以真的是幸好，不然我真的要怎么我跳到黄河洗不洗？那我如果走在路上被他们看到说，你跟那两个人一起回家，这种是能。对啊，被拍到，还好。对啦，下次记得要避嫌呐。而柏柏真当天疑似喝醉，被张勋杰推上车，他这样解释：他可能只是想要扶我而已啦，或者是我快摔倒了。他们人真的是很好，不是你们，就是不是观众想到的说哦，他就是把他推进车子里。张勋杰，你有考虑？可是他真的有追你？他保，我觉得他保当妹妹耶，没事就会问我说啊，今天吃饱了没有？我就感觉到他真的在关心我。就是追啊。可是他有没有女朋友、女朋友、老婆，我不知道了。那他有追我吗？如果有追的话，有吧。如果到三餐关心，那我也太迟钝了吧。像之前是不是像 Gino 他们也是有？我们是很好的朋友。还是你们现在是在 ING？ 现在没有了。就是旅游，然后现在结束。对，对，而且我很好奇，为什么记者会知道？等一下，神通广大，是真的。你自己讲出来的，是你们在一起多久？这个很想吗？那我要先跟他讲吗？那这可以放吗？放出来？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女朋友。后来我们最后是有一起讲好，说我们专心在工作上面。就觉得个性不合，也没有到不合，可是我们两个真的很想拼事业。男生先提的，他觉得我有一点点太依赖他，其实有一点。我谈恋爱真的会很不理智。真的有段时间是真的同居，不是没有同居，没有同居，离很住很近，住很近。为什么你要笑？我最大的在笑。很希望观众看到我的努力跟改变，所以
就算要炒绯闻，炒个真的吧。